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啾啾的奇妙开箱，我是啾啾。本周要介绍的就是《妖灵传》十一、十二两章。如果还没有看到这两章的，请尽速退散。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接续上集开始，三头鸟与大蛇双双出现在天空中，关了十级的大哥终于破除封印了，看到了众兄弟，拿回了他的丈八蛇矛，顺便使用了大蛇的三毛动画，带出去咬三头鸟。这时四弟表明，大哥，我想要退群。大哥说明，想要退群可以啊，那我请老六吃便当就准许你。再来西窗月方面，以一打二对决光彩头鱼等香魂，终于拿出了他的加九专炉，轻松击退两人。虎诺表示，果然有氪金真的比较强。在翻弯公龟红明神棍双足，在使用了剩下的愿力想逼海红龟滴血以表忠诚，结果被海红龟一刀好戏啦，就死了。神棍双足一死，全部的愿力消散，幽书在世界各地的分身也全部消失，罗斯本尊就帅的站着昏倒了。画面移到了三头鸟这边，三头鸟要切断与笑容坤的连结，想弄死笑容坤。就在危急的时刻，全世界都知道他身份的超迅伪装青云兄又上线了，打了一堆气功波要帮助他的波菲亚剑。三头鸟基多拉想用火烤死笑容坤，没想到在这个危急的关键时刻，三千天的 WiFi 终于连线啦。三千天使用云端硬碟技术，把笑容坤拉到群组中共享资源，于是笑容坤学会了氪金三大佬的独有技能，逼格瞬间破表，又立刻又把三头鸟基多拉给吸回身体关了起来。以为事情先告一段落的时候，天空中的三毛动画大蛇跑来剪尾刀，一口吞了笑容坤。青云老伴眼看宝贝被吞，使出同样的三毛动画要抓蛇，也就身为好伙伴的帅脸看到基友被大蛇吞掉，所以联合了西窗月、风不 Q 来出骂，谁灵手拱成功困住了三毛动画大蛇，想救出笑容坤但救不出来。不久之后，周鼎荣大哥终于来了，破风第一战，我要打四个。果然不负众望的大司马真的被爆体了，上了死亡封面，真的就会吃便当。就在众人要GG时，笑容坤从三毛动画大蛇脱困而出，因为有了氪金三大佬的共享资源，瞬间打得大哥怀疑了人生，于是带着众人逃跑了。接下来不怎么重要的支线方面，本集揭晓。最不同就是八兄弟的老六，他因为救了宫月墨龙，所以大哥派的四哥要请他吃便当。我隐形方面的线索感觉头头，大哥周鼎荣大概有关联。周鼎荣从许多方面的戏份感觉好像也不是真的大哥。猛星珠红明去踢长渊阁的大门，一踢门就破了，真差，里面没有人敢来单挑。之后猛星珠就回隐士林，使用密灰珠吸引上次剪尾刀的君子冰心，结果真的抓到了，现在要让这个笑脸终于拉场。片尾大哥亲自要来去抢不逃，紧张紧张，是否我一赢也要吃便当了呢？笑容坤前往诈骗集团的废墟，结果被海红龟一刀捅得莫名其妙，心想这是在演哪一段。就在此时，因为神子双足之时解开了幻解眼罩的幽书无风，也拿着他的加五武器来到，大喊，我要请你们两个人吃便当啦。那么今天的妖灵传九十级的爆雷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我是啾啾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坏定棍，听啊！